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经济速报》。市场炒救市，受惠新国九条，加上香港同境楼市减辣，刺激港股弹升。基金经理认为，大市短线有支持，有望挑战牛熊线。摩根士丹尼话，中资股上升潜力大过本地股，睇好新经济股。而交银国际就认为，新国九条鼓励券商多元化发展，所以券商股昨日升势凌厉，建议投资者买入本港地产、资产同埋内房股。想知其他大行点睇后市，请上 www.hket.com 浏览全文。